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去购这个爬叉皮啊，我们家叫爬叉，有的地方叫蝉啊，金不是金蝉啊，大家看清楚没有？就这个啊，这东西有一定的药用价值，大概卖100多块钱一斤吧，一般都是100块钱一斤。它还有小的。好，还有小的啊。小的就是小的就是1块钱，给1块钱。嗯。啊，一共都。几个要够多了啊，就赚好多钱啊，够不多就没有钱哈、啊。走。我这一头娃，我看见一个大的。来。在这。这小的大的。哎，这一个大的，是这个。啊。以前发现的呢。这我发现的。好，你发现，你发现。我的天呀！发现一个，阿爸，哎，阿爸，上面还有个嘞，我上面还有个嘞。哎，真有嘞，也没有没有。上面还有个嘞。大的小的。大的，咋了？上面。啊。我这上面，可是。啊，对对对。我发现了，月牙。你别去咬人腹腔啊。哎，我去。谁发现谁捡啊？一个咬人捡完之后，给你妈在那边，给你妈那换钱啊。地上又捡了一个。好好，2块钱啊。2块钱啊，几个啊？放你袋子里边，放你袋子里边。我这是100块钱。放那边啊。没有妈妈。今儿看看，给我吃咱过来吃拉面了哈。现在咱这麻妞都少了，那1000多。以前够多。明儿带你咱当麻蜂窝去吧。不行。你为啥？哦，这边你烦了。我跑这后面有一个针扎是个豆豆大包子。不会的，那麻蜂都是那是大麻蜂，咱这是假麻蜂，那是蝼蜂，黑的跑的乌叫那种。其他的筐子没捡一个，没有了，没找着，没有了，走。你妈说了什么？嗯？你要是腹上都有，看脚底下长着。那没事。来，高夫。哪里？他那个牛子跟那个王三。哎，宝宝呢？哎呀，我看见两个，我看见两个宝宝呢。两个。我也发现了，看有大爬叉皮没有什么，这应该没人来，也来吧。开始啊！这个绑够了，没大的。给我呀！够了，你自己找嘛。我给我呀！这个活的。阿爸，这是啥子呀？是我的，拿你的。金牛子，还真小。这都活的，到一块儿去。你也到里边。我的家奶奶的好像。到爸了吗？嗯。你要看看来，几个来，几个来，拿来。我看看这看看咱都几个不玩过，几个咱够的，都够吃一点。看看咋样？能卖多少钱？2块钱一块斤重好像。连卖一斤。连的有斤。夹走。来，我点。皮肤压正。看他衣服压正。不是会飞。别等，别弄烂了。走嘛，拿走吧走。哎呦，对，我呢？不是，你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哈，等一会儿。你都你。我也问你。等会儿哈。嗯。不听话呢。这太阳出来一玩，你手到时候痒。别玩了。这是上等的污泥。滚！在哪挖的呢你？在那路边干。挖你！给我！你臭臭啊！玩一下，玩没事。走。